我这老公真是疯了，零下六度竟然下河摸鱼去了。在这儿呢，严大力，严大力，你怎么来了？天这么冷，你跑来逮鱼？你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天越冷的话，鱼都趴窝了才好逮啊。俺妈说大早上的，大力提着个劈叉就跑了，喊他他也不理，说肯定就去逮鱼去了。我带着还不信呢。不是昨天晚上你说的吗？想要吃鱼了。我想吃鱼了，大哥，各位，咱们可以买鱼啊。买鱼不是要花钱吗？再说你买那个鱼没我逮这个野生的好吃呀。大力真是把抠发挥到了极致。还说我抠，抠不也是有原因的？那因为我有这个实力。看，大不大？不小。你看我早上的战利品，鲶鱼、枝个叶、草鱼。我刚来的时候，这河里面全是冰，都被我破了。看看。你哪里？你就不冷吗？我一直在活动，一点都感觉不到冷。再来一个好的。什么好的？都是冰，哪有鱼啊？眼，你个眼坏了，这里挺漂亮的，还在叫呢。到桶里去，看看，进去吧。又来一条。哇，这么大，进去吧。这冰还挺厚的哦。嗯。这个冰是越冻越厚。有吗？有。又有一条小泥鳅。再来一个来。小草鱼，进来吧。呀，有黑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妈呀！哇，这个鱼好吃。进来吧。别摔倒了。有没有？这一碗没有大的，都是小的。进去吧。没有。一个小的都没有，真是太冷了，风又大，我都冻得流鼻涕了。就这边还有一个小坑没逮了，抓完咱们就回去行不行？行。这里面应该有虾，水草多。我看到一个。鲫鱼。就一个。刚刚发现这水草里面有个大的，不知道逮到没有。没有啊。你哪里说不逮到不回去？呀，有个大的，真的。没骗你吧？这边泛红了，这边。来吧你，哟。呀，两条。咬你，咬你，这个厉害。这个扎人。咱走吧。小斌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就走。这一碗要是空的，咱们就走。再来一个。走吧，走吧。蜗牛算不算？不算，不算，咱走吧，太冷了。这里是我们经常放羊的地方。夏天的时候，这边发了一场大水，当时我就想着，大水过去之后肯定会存不少鱼下来。走，回家看看今天到底逮了多少。来。到家了。小斌，赶紧倒出来，看看够不够中午吃的。肯定够了。来吧。哇，不少啊！这个鱼给小孩吃，小孩吃这个鱼好。对，交给你了。行，剩下的炖个杂鱼锅子。小贝啊，零下六度的天气啊，能下河给你摸鱼的，除了你老公，找不出来第二个了。有什么想法吗？下个月零花钱，多涨100块钱。想得美，我炖鱼去了。